So on the internet, I'm well known for allegedly having perfect Chinese. But do real live professional Chinese teachers actually think my Chinese is perfect? So I hired 3 of them to rate my Chinese to my face and be as brutal and honest as possible. If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Chinese with any of these teachers, you can check out the links in the description to book time with them. Or if you just want to learn the basics of Mandarin Chinese, you can also check out my new Chinese course where you can learn all about the basics of conversational Mandarin Chinese and get started speaking. All right, let's go see how my Chinese is. 你好，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特别好。今天我们用汉语来聊天。对，其实是这样。我请来了一些中文老师评价我的中文。你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你不用特别的，就是很客气啊什么。你必须要眼睛，你能听得出来我是美国人吗？说实话，我根本听不出来你是哪国人。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你不是中国人，但是你没有一个特别的国家的口音。有哪些地方会让你想到，哎，这个人是外国人？在口音上啊，在语法上，我可以说在语法上，你跟母语者是几乎是一样的。有些词汇的发音上不是那种100%的准确。比如说，你有可能会说，比如说啊，比如说 like that， 对。Right. 但是这个一点都不会影响别人听懂，在一些 文化理解方面，就是在一个文化背景方面呢，对，你可以去理解一些成语啊，一些寓言故事啊，学这些，就是这是一些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你在平时跟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你不经意间用到了一些这些，对，非常棒，就会帮助你。对，这个其实我自己看的话，我还是觉得我跟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一直来都很佩服中国初中生还有高中生，你们小的时候都会背很多诗啊，都会学很多古典的东西，不仅是语言上，就是我觉得文化背景上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对，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会加很多成语，加很多这个文言文。我们小学的时候会学一些唐诗，然后我们上了中学，我们会学一些宋词。宋词是可以唱出来的，就可以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可以唱出来。就好像你们莎士比亚是小学学还是中学学？我不知道英国人怎么样，但是我们反正一般不会背。但是这个要是在中国，他全部这个莎士比亚的都背上。对，你在纽约遇到一个 英文讲的特别棒的中国人，他也很难脱口而出一些莎士比亚。但是美国人看他不会考他的莎士比亚知识，会考他的电视剧啊，这个电影啊。你看过 Game of Thrones 吗？你看过 Rick and Morty 吗？因为流行文化在美国更加的 popular。 对 ，Hello， 我请来了一些中文老师，想要让他们评价我的中文。想要你的中文很好，我怎么评价？我知道现在在这个外国人圈子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自己的中文当然跟中国这个母语者当然有所区别。如果您闭上眼睛，你能听得出我是美国人吗？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听不出来吗？对呀，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吧，就是总应该有一些我的语法不对的地方啊，或者是我发现不了啊。你的语言呢，非常的地道，像这种非常纯正的普通话，你要稍微达到100%的话， 是没有人的。你比方说我在西安，我的普通话是一定会有西安的方言，就是说你怎么练，你都练不到，当然你也不例外。我能听出来你的后音会有那么一丝外国人的那种口音。比方说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比方说他是英国人， 他是美国人，就那个口音你改，你也不例外，你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口音上有哪些地方是你一听就觉得哦，这人是美国人？你比方说你刚才说的有哪些地方？对，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就是你这音，我们不会说，我们说对，那你说对，你说的就是普通话。 但你为什么说对？一点点差距，我就能听出来你是美国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外国人在说。对，这是形成了一种口音。你是 HSK 考试，你肯定考得很高，而且像你这样的汉语水平没有必要参加那个考试。有一个普通话等级考试，不是 HSK， 是普通话等级考试，就是考你这个音发的那种圆满不圆满。他扣分可是很厉害了，他是不停的给你记，说你哪一个字没有读完满。一个字 0.5 一个字 0.5 能够达到1甲的这中国人都是很少的。有没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我的语法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或者是你一听到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个老外？如果说我对你的这个判断有还有什么意见的话，就是还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你可能词汇不是那么高级，我现在判断你至少要用到高中语文课本，这些课本人家的词汇是非常高级的，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学生，人家是每天写一篇文章，而且是老师是给要改一下的。你比方说那个学生用的词语呢不是很好，老师会改一个很好的词语。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天都写一篇文章呢？一个高中生的那样的水平，那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很多中国人他的汉语水平，你要达到一个高中学生那样的水平都不容易。我一直觉得他们都特别厉害，背那么多诗。所以为什么要背诗呀？他在培养自己的语言的那种艺术水平。很多那个对外汉语的那个国际那些学生，外国学生，他会表达日常的对话，但是你要达到高级水平，你比方说一个教授他在做演讲的时候，他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就是像那个新闻联播。CCTV 的新闻联播你要听，像习近平的讲话，他的语言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汉语水平就才能提高。你能听见吗？能听见啊。你好，你这个是干什么呀？今天我请来了一些中文老师，想要让你们评价我的中文。我做很多，我闭上眼睛的话，你能听得出来我是外国人吗？或者是美国人吗？但是你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讲得好。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这么说，但是应该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到目前为止哈，聊了几分钟，感觉你的理解能力，还有说口语以及这个语法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是你说的最难的一点，就是要达到这个母语这个程度，确实是需要在这个国家应该是生活很长很长时间。当然你现在这个，我感觉啊，普通话完全没有问题了。我刚开始你一张口，我感觉如果说你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我会相信你有中国北方的口音，是吗？对，那对你的这个要求可能就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对，就是语流音变以及这种语感，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当然对于一个外国人把中文讲成这么好，已经相当棒了。我之前在我的频道上面采访过一个叫做 Julian 的法国人，不知道你在电视上有没有看他是中文讲的特别好，我觉得甚至全中国中文讲的最好的外国人。我自己用中文跟他沟通的话，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跟他的差距。他能引用的成语啊，就是比较高级的说法，就这些是我觉得可以进步。对，其实刚才你这个讲得非常好，就是讲中文不仅仅是发音标准，普通话说得好，这只是一方面，其实有更高级更高层次的要求，比如说引用中国的成语，还有就是能够引经据典，就是能够把这个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融入到里面去，我觉得这应该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国学生的一些经历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上的基础。你想要了解到平均的中国人了解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很长的路。那就谢谢您了，拜拜。